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暂时的成功连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给人听，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阿宏。无所不谈，这个节目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一定输掉，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草头也会出名。敬请各位网友观众，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努力。暂时的成功连大声，也不知输赢。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，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啊，咱这就是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真欢喜一个加加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。咱这个节目是伫个阿宏中央电台，那么每天拜到拜五，下晡时两点啊到四点，由阮幼小的阿宏晨困。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来，咱来看一个社会新闻吼。这个长脚长手咧，哦，恐怖也这个相片啊、哦。那么，知名。这个红猪勇啊，那么这是怎样会这样呢？那么要来关心我们这个内容，那么阿宏首先要来说这个主张红中秋、哦、那么在军中啊，那么突然间啊，操课啊，伫个即个算讲警备室吼，啊来死亡吼，即、這个案件，是安怎有人用即种的即个长脚长手
诶，这个相片，啊，要来恐吓这个洪祖勇呢？啊，应该会算安尼啊。有关洪仲丘案，这个有白三军，吼、哦，白三军，啊，那么行就过头，实际上是十几万人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当然啦、啊。主办单位就放三十多万人哩，吼、哦，也应该有遐侪人，那么替洪仲丘，吼、哦，啊来打抱不平，行上街头，而且嘛，因为这个洪仲丘，吼、哦，啊不明的这个死亡，也这个军事案件，吼、哦，啊煞来移交这个一般伊的这个司法。啊、来审判审理，啊，那么是安怎？有人会用这种这个手段不满，表示讲绝对有原因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十几万人，对不对？行上街头，也来算讲来停这个红灯口，因加价，对不对啦？啊，是安怎？佫有人会算安尼啊？对洪仲丘，因姐姐洪祖勇，啊来用这种的这个手段，啊要来恐吓到这个洪家的，对不对啦？那么阿洪所了解就是讲，自从洪仲丘案，啊那么当时啊这个媒体一面倒，啊一面倒是有影无影，结果的时阵啊，无影较多啦，啊有影较少。啊，是安怎的时阵啊？呢，洪仲丘踮在这个案件伊的这个当中，伊所讲的话，会使讲，唔是干那这位，这个摕这个长脚长手的这个相片，这位啊目前吼，啊个唔知影啊，诶，这个人事所为啦。但是啊，洪嘛是。对这个红甲，包括的孙安尼啊，上届袂当谅解，就是讲红祖勇，因家诶，这个红中丘的姐姐，实在是讲甲的孙安尼啊，哈，照伊的意思，就是讲一定的孙安尼啊，有人有意要害因弟弟红中丘啊，对不对啦？包括的孙啊，当时伊的这个国防部长落台，种种的啦，吼、哦，那么嘛是因为这个洪仲丘因姐姐伊的这个讲话吼，啊，那么会使讲无影无字只，吼、哦，啊，干那因弟弟死了呢，伊的孙啊讲迄种话吼，要是在阿洪当时啊，嘛是会使讲真袂谅解。这个洪仲丘因姐姐所讲的话，当然媒体我就一直在批评啊，哦，媒体我一直在批评，讲到有脚有手哩，啊，即马一个事件慢慢，哦，啊来的时阵呢，已经较淡啊，哦，也事情啊愈来啊愈明朗啊，结果呢，敢有一个故意要甲？这个洪仲丘吵死，我看看都无啊，对不对？当时的时阵，洪仲丘的时阵安尼啊，在批评的时阵安尼啊，这个军法处的对不对啦？哈、啊，办案这么慢，是不是安尼？伊要爱真相，啊，结果呢？啊，结果你即马是安那无赶紧，搁伫咧讲要爱真相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一般的司法你看看，安偷偷咧办，啊，伊讲无要紧，是不是啊？所以，参像这种的时阵呢，两种的这个标准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好、哦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过来，咱来看这个内容哈。这是《自由时报》了哈。那么，这个2013年10月14日早起6:10来发布这个《自由时报》台中报道。那么洪仲丘十一日拄啊好满
百日。那么红武这个素清，哦，这个吴素清，九月底伫咧厝诶，收到一封，内面藏有十外张，伊诶这个长手长脚，伊诶这个相片，诶这个恐吓批啦。啊，而且诶阵啊，伊指名要爱见咱这个红中秋因姐姐红祖勇。那么洪家虽然不以为意啊，但是大家警方十三日表示，将介入调查，并加强保护洪家人身的这个安全。那么大家分局后里分局所所长，我同款阮这个姓李的李有志，伊在表示。那么经调查。九月二十七日下晡，吴素清啊，那么这个下晡算讲困倒了，哦，啊，拄好醒来哩，发觉讲大门外，哦，加一个这个算讲牛皮袋啊，哦，牛皮袋啊，那么伊将牛皮袋啊拍开一个看，发现内面。底有十外张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烈印，诶，这个长脚长手，伊诶，这个相片。那么纸袋啊方面，并无写寄批，诶，这个收件，这个收件人，吼、哦，那么嘛无任何的这个地址，只干那写希望甲红姐姐见一下面的啦。哦，可能哦，之前因为红姐姐哦，啊，在这个媒体哦，啊，这个算讲真夯就对了，哦，伊啊的时阵呢，大家拢娱乐，包括哦，啊，因迄个主管嘛娱乐啦，因老师嘛娱乐啦，哦，娱乐讲哦，啊，这个红中秋，啊，伫个学校的时阵，或者是讲的时阵呢，伫个啊，伊这个啊。这个算讲老板遐伫咧上班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娱乐甲讲这红中秋，吼、哦，啊，做人的时阵安尼啊，吼、哦，这个算讲脑筋吼，啊，这个头壳真敏捷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娱乐甲就对了。啊，但是吼、哦，伊哪会无迄阵啊，当时哪无讲诶，啊，红中秋安尼，诶，这个红祖勇的时阵安尼啊，啊，你哪拢讲起来，啊，媒体一面倒，啊，大家拢无。无咧批评就对了，敢若阿宏咧批评，啊，甲啥物？我所知影，甲这个啊，这个哦，党诶吼，这个党啊，党自身啊，吼、哦，啊，甲这个啥物啊？但这个，但香港我袂记诶，吼、哦，因对这个媒体，会使讲我所知影吼，都阮。这个小小的这个媒体哦，这三个节目啊，有在批评媒体，其他的吼、哦，啊，落其他的媒体拢，吼、哦，拢一面倒就对了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甲想看卖啊，啊，即马事后咧，啊，事后大家无出来核实的啊，唔得对，哦，是不是安尼？过去的什么媒体拢乱讲啊，乱猜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即马你唔要赶紧出来核实的啊，对不对？甲大家大众啊，道歉者讲啊，阮个媒体个孙啊，当时啊无查清楚吼，伊个孙啊尔啊乱讲个孙啊尔，对毋对？吼、哦，啊，互即个社会个孙啊尔，忽间吼啊，人心惶惶，你了对毋对啦？啊，啊，结果拢点点，媒体咧讲个毋对，大家拢点点就对，啊。那么你有其这个所长伊伫咧讲啦，吴素清的确是有人这个恶作剧啦。我看这个恶作剧当然啦，是安怎伊恶作剧？对唔对？啊，恁个孙啊，恁弟弟吼、哦，这个红中秋吼、哦，已经到吼伫咧军中诶吼、哦，
啊，互人吵死的，对不对啦？照恁安讲是安尼啊，啊是安怎的？孙安那，搁甲恁恶作剧咧？这恶作剧唔是安尼，才简单的呢。这爱负刑责，爱负刑责的呢，对不对啦？这若无的孙安尼啊，哈，爱掠去问呢，对不对啦？甚至若无迄落，哈，爱判刑呢，对不对啦？这唔是讲凊彩恶作剧就好啊呢？哦，那么随手啊，就甲弹掉了。这个牛皮袋啊，以及着这个相片，并且无报案。那么警方转到红家，要调查红家门口监视器伊的这个画面呢。红家的人相当淡定就对了，算讲无啥要配合啦。哦，那么寄批的这个人。虽然讲无表明这个意图啦，但是警方将透过调阅到这个路口这个监视器吼，而这个画面啊，直接啊来伫个对查啦，啊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所以孙阿娘因红家爱检讨啊，对不对？当时媒体的乌白转乌白迄落啊，符合啊恁红家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因为阿宏因为对这件事件，因为闹消息，啊，都见摆啊，拢会顺安尼啊，会报道，好起来这个啊，咱这个大众啊，也当了解，吼、哦、最新的这个消息，而且阿宏伫个这个新闻内面啊，拢有分析，吼、哦，对唔对，或者是讲。新闻有多呀瑕疵等等的，啊，这是咱媒体吼、哦、比较着爱客观，吼、哦、比较来客观，吼袂使的时阵安尼啊，吼、哦，这个看人迄落个啊，吼、哦、一窝蜂就对，我当时有讲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红家死一个人，代志。还未调查清楚，对不对？你甲看，即马搁咧调查咧啊。虽然讲有起诉，起诉的时阵安尼啊，即个人检察官敢讲的时阵安尼啊，倒一个是凶手吗？无啊，查来查去，而拢是的时阵安尼啊，啊，即个媒体吼，啊说乱猜，吼、哦，是不是安尼先？好，咱就。到这，啊来结束。期待下一回同这个网络同这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再见，拜拜。